Hello， 大家好，今天呢又是一期吃播，我们俩今天来吃这个还是米粉原本他们家的干捞螺蛳粉，里面是有还是一样的叉子，这个是一个叉烧肉，一袋酸豆角，花生，什锦菜，这个是萝卜和木耳，白醋，这个是辣椒油，酸笋，哇，好多呀！这个腐竹了，这个是汤料以及一袋米粉儿，开始泡吧。这个米粉的食用方法上面写的是将米粉和叉烧肉一起放入碗中，倒入沸水至完全浸泡。然后现在已经把水倒好了，现在等待大概3到5分钟。哎呀，又闯祸了。打了个喷嚏，水就全蒸洒了。哎呀，你为啥不找抹布呀？不是，我先，那你先解一下燃眉之急呀，完了我来找抹布。吭哧吭哧，干啥？你还拉肉吗？你走这滑倒了吗？天，太操心了。哎呀，哟，这一身汗。辛苦了，猪猪。君と全部の季節取りかかりたい喧嘩どこか言葉で新鮮な恋を君のそばにずっとこのままいたい君はきっとこの願い神のように叶えてくれる。我们现在已经把水倒掉，然后把料都加进去了，可以开始吃了。开吃。怎么样？非常好吃。哇，我感觉这个跟煮的螺蛳粉味道很不一样，哎，是不是？嗯。但是拌的没有什么汤，所以比较入味。嗯，我来尝一尝这个叉烧。哇，叉烧肉好，你尝。我俩这个泡的时间有点长了，大家如果吃的话，记得一定要少泡几分钟，就把这个粉舒展开就可以吃了。我俩这稍微有一点点软了。嗯，还是不错的。哎，其实这个腐竹，这种脆脆的也挺好吃的啊。嗯。这是哪一集？道圣。找到上面去。嗯。最坚强。万一我有什么不测呢？哎，千万不要，千万不要那么。如果这次咱们能提出的愿望，我会举行一个正式的婚礼。把梨汁儿给我拿回来。快呀！这没啥玩意儿啊，这我还收着吃呢，偷了两口就没了。其实，他要吃没了，太猛了，哥。这布丁啥呀？我寻多大一份呢？还留着肚吃呢，中午饭。可以当夜宵吃，这个，嗯，量不大。这集你没看过呀？忘了，太长时间了。嗯，我现在太不能吃辣了，我觉得我这就挺辣。嗯，
我就加了一滴，很辣，我就觉得辣，辣了，放多了些，是不辣吗？咸，咸的。吃完了呗，饱饱的。它这是不是汤底就本来就有那个辣味儿啊？不用再加辣椒油啊？不是，那人家为啥还要放辣椒油啊？我也辣到了，被迷糊了，辣迷糊了，吃完了。好啦，今天的这期吃播又结束啦，下期再见，拜拜。